起来，我也是很高兴嘛，因为我们也没有这样辛苦啦，也要跑来跑去的，一个人住也是可以。看到呢，他老人家这样子喝了这种产品之后，真的是完全一个人。在他跌倒之后啦，到现在啦，初初的时候是在行动又不方便，记忆力是不用讲的啦，很差啦。现在还能自己在弄吃啊、洗衣啊，应该是有很大的进展。记住什么？我直接呢来下午，来早上到下午，然后晚上我就来了。他不能起来吗？就给他坐在这个椅子咯，这张椅子上面呢、啊，全部在这边，小便、大便也在那边，然后坐在这边，然后拿一个东西给他吃，在那边。坐在这里，我们就拉拉去那边后面洗哦，每天清洗他，因为还没有轮椅，还没有嘛。那后来我弟拿轮椅，我就用推他。他去我家，我弄到十一点才会控制下，早上弄到东西，给他冲凉啊，去厕所啊，吃的啊，洗啊，东西洗到十一点。看到那个摇椅的一个姐姐，那我就问我老婆，我讲对呀，可以去那里买，我们try买这个给他吃。后来他自己也慢慢起来，慢起来起来能走了，然后他就回，他屋子吃自己弄饭烧，就是。最明显就是他脚没有肿，真的没有肿，他有之前肿到很严重。